Sound. Bro. Way back. Action。这段时间我在值班的时候，都是陈怡送妈妈去医院回诊的。陈怡你好，我是青青，常姐提到你啊，这段时间真的很谢谢你照顾我妈妈跟姐姐。常听你妈说啊，有个很优秀的女儿在美国念书。哎，你十几个小时飞机辛苦了。好 ，keep rolling， 我们再一次，再走。上面有声音哦。就。那个，麻烦帮我提醒他。他有一点前前，比较前面，你要稍微跟一下。对对对。哎，刚是灯开的时候有，因为我感觉到有一个卡顿，是吗？我们在这边有卡。他尽量的。对对对，就是。对。尽量帮我 smooth 一点。Okay. 对，谢谢。DJ。好，我们演员先就位，我们等一下哦。好。好，我们要开始了。好。好。Keep roll. Action. 等等。现在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单说单说，不好意思。好。Action. 这段时间我在值班的时候，都是陈怡送妈妈去医院回诊的。陈怡你好，我是青青，常听姐姐提到你，这段时间真的很谢谢你照顾我妈妈跟姐姐。常听你妈说啦，她有好优秀的女儿在美国念书。哎，你十几个小时的飞机，辛苦了。好，喂吧。反正，然后可以打打打打打打。这样。好好好，可以可以。好，28 take 2。好。哦，我看一下最后的回放。哦。很难弄下一个是二之十，好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是手特写在摇到青青，啊，姐姐没有吗？这个没有姐姐。姐姐可以先休息。好哦。你要换镜头。先先维持。你有想要抬镜头吗？这个你要平视吗？还是其实我们这样往下，然后再往上拍到你就可以了。可以。好，就是主要是会怕死亡角度。牵手，然后说这样子往上。对，不会，我们的角度好。好，那就这样拍，我们绝对这样拍。这是牵手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好。好，可以要这个机会。不是，我会稍微移动。美术，这个 mark 一下，然后我们把它挪到旁边，挖这个位置。对对对，看你要不要 mark 啊。来了 mark。死亡角度是这样子吧？对啊，我超喜欢这样子拍，这样很漂亮，这样很有感觉，轻松。不是因为我的额头很大，所以我觉得我的额头没有。然后我们降角，我们先把，好，先把它降，就先降，就降到最下面。再降，我决定降喽。开始，有头。降，还没锁好。好，可以降。我应该锁对方向。要小心哦。好，锁吧。要酸。赶紧的，做
它上面会有那个啊，有，它有，它中间会有时候有点松，你就对对对，坚信的转到底就对了。哎，那你那个好像有点低，那就是脚架太烂，我该买新的了。不要再买新的，它就是整个它还是松，是正的对不对？轻轻说，有时候会这样，看上面有写。然后辛苦是勇士，对。因为这个是紧的，下面这个是你要再握住轻轻的手，然后我们再沉住去。祝你一个小孩做我的书，观看面相就很聪明的样子。对，然后走，那我就会噔噔，走上手开手，然后你就会把抓过来。你刚刚有问题？没有啦，刚刚说你要干嘛？我们会在认识前讲，对，在跟你讲话中就要。我有要。我会痛吗？等一下，上周我讲那个的，那你担心说你弱？好，搞定，搞定。差不多这边就会开掉。怎么了？这边就他们一直差不多。现在水平。等一下。对对对对。手牵起来啊，那这边也有啊，那个光。要圣光，要圣光。好，让我去。这颗要圣光。你是要正的拍吗？还是你就是要这样侧着拍？侧着拍，因为灯光那里是说，如果你现在侧着拍，它们的光要重新弄。对，没，会传。我想一下哦。它会也是可以从这里吧，然后这里就是有点斜，不过它这边也是斜侧这样。你要，就是收起来。或是有没有这样子也可以啊，可是这样他还是会拍到啊，这样太低吗？不会，我想想，下一颗就是空的剪进去。阿姨可以帮我站一下，然后你们牵手，就是对，对，就是一盏灯，我把它当成，这是可行的吗？你说打出来全是背光，是他头发。嗯，开一下那个灯，看看。旁边有人，旁边。没。他够不带。大学校开灯，好，开。开个50吧。又在搞我。来，说话。来，开灯。好。有吗？站。这样，我感觉不太够。你是说不够亮吗？可以帮我转转看吗？转转。对对对，从零到这个地方。我从零到50。好，好。就。有变化就会看起来很明显。那你可以从镜头从手开始。可以。对，再来一次，然后。我们这条街，你们就一直握着手，对，握着手，然后就可以开始转。Okay. 我 Q 你们，好，稍等一下。对啊，好，3、2、1 ，Go。等一下，对不起，再一次。但播那个会不会？这样概念吗？对。如果没有开到，对，你有没有办法就这样去？好，可以啊。好。是你们要拍手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个会车啊。手到人。对。最广了，最广吗？成功率。他要开始手，他要开始手包皮。OK。手有啊。手有吗？人都有啊。人都有吗？有。很背。很背啊。背也是你，我们背他鼓的。如果等下做很大鼓，他鼓鼓的背，还是背的背？背。啊，那鼓好。